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看今日的经文。历代志下卷十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，犹大甲以色列交战。阿撒作王第三十六年，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，修建拉玛城，要阻挡人伫犹大王阿撒遐出入。阿撒就对上主圣殿甲王宫的虎口提金银，送予徛起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王便哈达，对伊讲：“咱来革命，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革命。当我将金银送你，请你废除你甲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，予伊对犹大撤退。”便哈达同意阿撒王的话。就派伊个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，攻破以弗、但、阿伯、伯玛加、甲拿弗他利所有屯积的城。巴沙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停工，无阁修建拉玛。对安尼，阿撒王带犹大人民，将巴沙用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擦料，搬去重建加巴甲米苏巴。新建哈拿尼，迄时新建哈拿尼来见犹大王阿撒，对伊讲：“因为你瓦克叙利亚王，无瓦克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所以叙利亚王的军兵会脱离你的手头。古实人甲利比亚人的军队，敢毋是真强大？因的战车甲马兵，敢毋是真多？毋过，因为你瓦克上主。”伊就将因交伫你的手，上主的目睭伫巡视全地，所有专心归向伊的，伊会赏赐因快乐。伫个叙利亚革命这个代志，你做了真功，因为安尼，你以后不时会有战争。阿撒听了非常生气，就将圣剑挂伫家里。同时，阿撒嘛虐待一挂人民。阿撒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列王书。阿撒王第三十九年，伊的脚得病，症头真伤重。破病时，伊无求上主，干那找医生。阿撒作王四十一年就死，安葬伫大别城，因为家己拍好的梦，人将伊下伫床旁。床房顶放真侪较特别的方法雕刻的各种香料，人搁起真大的火纪念伊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的圣经节，予咱一个足好的提醒，因为这个阿撒王，有一挂策略甲一挂想法，无遵照上帝的心意来选择啊，所以伫个中间，伊无选择去仰望上帝，反倒当伊用着伊的聪明甲智慧。不是用到上帝的开力，伊的失败就是在伫伊看重这个世俗的思考甲想法。所以通过这个圣经在，咱会当来想看卖啊，咱敢有随时在照着上帝引出来行，还是咱靠咱家己的理解、靠咱家己的智慧来决定要做的任何一个选择？这是予咱一个足重要的提醒，就是你敢有仰望上帝。第二项就是咱对今日中间，咱会当来看到这个阿撒王。上帝让他有这个神祇的接臂，但是有当时人如果无法度接受这个神祇人的接臂，我们能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耳孔炸开，无想要听，所以我们能看到有当时我们拄到上帝的话语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在那选择的时候，有当时我们的骄傲，我们不愿意去接受，我们可能在中间来拒绝这个真理，但是上帝的引导常常透过他的罗卜啊！伫过去先知人，即阵是牧师来甲大家人分享。有当时啊，咱来当有即个灵敏的即个灵来分辨，而且咱来接受。所以为什么咱通过每一礼拜做礼拜的时，亲像牧师咧讲道的时，拢会有人甲我讲，牧师你今日是针对我讲的吗？其实唔是啦，因为上帝通过阮来甲大家分享。牧师感觉每一届我咧讲道的时。我感觉迄个经文拢亲像在对我家己讲话同款，是因为咱若愿意接受，咱愿意谦卑
来接受上帝和咱的话语的时，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无同款。啊，这个无同款在哪了？经文嘛，甲咱讲，这个中间啊，咱的属灵、咱的健康都有瓦壳吼。因为当人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来挑战伊的时阵，咱有当时啊，咱无法度跟他独独去瓦壳。医学也是挖靠人的方法，那么有可能会来一旦来追求上帝的帮助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会恳求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伫健康顶面，互咱伫这个破病的中间，伫财务困难的时，伫咱成长，伫咱生活内面，咱面对挑战的时，咱拢需要来挖靠上帝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今日互咱的一个上好的提醒就是，你的心。才有诚实甲忠实伫上帝面前，咱若存迄个上帝、仰上帝、存迄个诚实的心，咱忠心来遵行伊的诫命，那安尼上帝的开力就会当来帮助咱。反倒当咱若无愿意去仰望上帝的开力，咱若无愿意来顺服交托咱的性命伫上帝的手中，无定咱就像即个王共款，伊做无好的选择的时，伊就开始走向伊人生上无好的后果内面，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牧师特别要鼓励咱大家遐的姊妹，咱会当在咱的人生中间要做选择的时，咱就求上帝来成做你的帮助。